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吃，全是好吃的，可乐鸡翅、鱼肥油，还有虾肉卷。这个肉卷配辣椒吃好吃，切片炒一炒。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吃这个麻婆豆腐，然后萝卜干，然后煎了一条鱼。
个是把西红柿炒碎了之后炖的这个鱼，酸酸辣辣的，这个鱼头比较小嘛，所以我一般都不吃鱼头。要练这个豆腐。拜拜。